单身吗？感情泡泡、嗯、对，单身一直都单身，没有一直的，就是最近最近真的没有，那真的是对，不要，真的真的没有，但就是他真的是很好的朋友。身材不一样，对，每一个人的身材会有他穿好看的时候跟不好看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有的
为在他身上可能又不会真的，对，所以这样就不要乱攻击，就是胸部大，穿什么看起来都裸露，这就是因为你们只看身材，你们同时在都是我们的心声了，就很大没办法，同一件衣服每个人穿起来效果就不一样，对，布料就在那边，啊 size 就在这边，对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小可爱就这样子，不然你让我怎么办？穿两件吗？定制，对，所以有人就会去讲说。就是爱露啊，对，要去露啊，对，可是衣服故意穿这样啊，对，但这只是遗传好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可是我要讲的是，其实露不是病，也不是什么坏的，就是你有身材，当然露半干嘛？对啊，我等到你老40岁垂了才露，花了这么多钱就是要给大家看啊。对啊，其实有好身材是可以露的，因为你的好身材就是要给大家看。像我们团里面，就是我们没有很一定的每个人都是很瘦，或是很白。我们里面有很黑的，这样很好啊，很健康。对对，不一样。台湾男生都有点局限在他们自己那种很狭隘的审美，要瘦、要白、要高、要黑长发、眼睛大大才是漂亮。但其实真的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。对，甚至我们里面有女生，她是就是真的非常欧美，露露米，露露米，黑黑的，刺青，对，她整个型就是你不会觉得她是拉拉的。嗯，但我觉得她就是很强大定位，而且其实她在这个团体当中是跳出来的。对，因为她的。就是跟大家，就是个人，你会很容易看到他。其实就有点像我当初啦，你知道吗？你有这么黑的啦啦队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还爆炸头，刚进。哇，你那么有钱吗？对，然后恐，但是其实我一开始进这一行，我有一点人群恐慌症，就是我会害怕，对，我会怕人家看我，会一直看我，我也不敢去跟人家对到眼。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啊，大家就知道我，就后来慢慢退下来之后，大家就会说我知道啊，那时候那个黑黑的就是你啊，爆炸头就是其实。那时候是在团队里面，我是让人家印象深刻，但我并不知道这件事。而且你会加强这个团体，因为少了你之后，或少了露露米之后，这个整个团的感觉形象完全都不一样。我希望大家不要一直觉得啦啦队就是要可爱，因为我觉得女生有不同的美，性感有不同的性感，各位没有她的性感，姐姐有姐姐性感，听到了吗？厂商跟球团们，听到了吗？不要再跟着你们觉得的东西，觉得大家觉得。我觉得其实也是这几年，因为啦啦队开始爆红了，大家开始关注，所以才有那么多问题。我觉得以前大家也不会在意说我们到底几岁啊，对啊，对，那根本不会在意那么多，不会在我们服装有没有辣、有没有肉啊，都不会，没有在管我们啊，你们这些防重的人，一直在骂观众的。我们那时候加油的时候，你们都还，我那时候十几年前，还会被人家说，哎，旁边一点，哎。左边一点，你挡住我看。我们一开始也是啊，我们刚开始在篮球的时候也是，在棒球的时候不会，在篮球很严重。我们也有被抗议啊，说我们对说他们，可是他们是直接当着我们女孩的面直接说你挡到我了。其实还是有很多为难，像比如说丢礼物没有丢到，也有球迷就是臭脸给女孩看的。我们还有人直接砸到，然后那个人打到我们，砸到他们就好，他们没拿到礼物就会觉得难。会走心，其实我们也是只有该两个礼物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很想要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是就不是我们决定的，我们的工作只有啦啦队帮，就是大家加油带领应援而已，大家真的不要把其他那些有的没的工作全部都扛在我们身上，就是球队今天输球关我们屁事，没错，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啊，因为他们也是去上班的。好的，其实子子，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传统，嘉宾来都要先接受我们的跳舞挑战。但因为呢，你跳舞就是很强啊，干嘛还要挑战呢？那我们就想说，那你的惩罚就变成用天堂路来跳舞好了，随机歌曲哦。对，那如果你这样回答的非常好，我们就来一段随机歌曲，就是你自己的 solo 给大家。是没有天堂路。对，好好好。其实来，我们就像上一集我们的女嘉宾玲玲，我们也有问这一个，因为现在的网络社群都很发达，对，应该会有球员追踪你之类的吧，或者是哎跟你私讯聊聊天这种。有很多吗？对，蛮多的，蛮多的。那可以爆料一个有没有大咖？这个有意外哎、欸，会吗？我怎么不太意外啊？真的吗？你有听过？哦，是哦，他有私讯的就哦，完了，他跪算盘。哇！哎、欸，你真的你吸引到的都是不同的族群哎、欸，对，不同族群哎、欸，然后还有。哦，完全不意外。饭店哥，哇，这个哇，低调，不想再访问他本人。名字低调。那帮广大的就是宅男粉问一下，所以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感情状况，对，单身，一直都单身。
离职的、啊，就是最近，最近真的没有，那真的是对，不要，真的没有，但就是他真的是很好的朋友。好，那就是说，其实我一直也都有在关注你这个跳舞的，因为不知道什么连结都会看到。然后其实我蛮那个叫什么，shock。经验，哎、欸，对，算经验吗？就是眼睛为经验，对，眼睛为经验。因为我那时候后来看到你做的这些 cover， 然后开始教学生，我真的就是哇，我一直赞叹。因为我觉得教课的人是非常要真的对跳舞这件事情是你非常热爱，才能一直教跳舞，一直编舞。老师真的是需要很大热，就是要很大热忱、但我后来教室那边放掉之后，在 formal session 我一样有编舞跟教他们。对啊，还是其实做样子，只是教的人不一样。对对对。但是就是你这个进步是真的蛮大的。对，我自己看我以前还在放球里面，觉得惨不忍睹。是不是有差别？差很多，但又真的花很多功夫在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有老师教吗？还是你自己？我去上很多很多课，然后在家里自己学这样子。怎么突然变很激励啊？我们这八卦都没有聊到，我可以多问一点八卦啊。可以补一个，因为刚刚就是说他现在感情状态是单身嘛，那我们可以补一个理想型。理想型，我的天才是理工出身，居然我超级喜爆炸喜欢理工，真的假的？长颈鹿哎，我身边这是我团员，我朋友全部都知道，那张立东不就是很有望吗？张立东身高差有是那个鞋型，所以是那个身高，然后那个不是跟身跟外形没有太大关系，因为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帅哥，我喜欢弹性很大男生。就是我觉得可文可武又可搞笑又可帅气，对，而且他就是在节目上面，他可以被欺负，然后可以扮丑，然后别人嘲笑他捉弄他，他都不会生气，都笑笑，然后他又很感性，而且他好像也很有礼貌。哦，对，礼貌我也很有点介意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整个就是他弹性很大，突然被圈粉，是不是？他真的很圈粉，他真的很对耶，因为我也不是外貌协会，我也不是，那就觉得好像。对耶，所以他在你面前，然后展现到像长颈鹿就这样，我觉得超棒，我会跟他一起。哇，真的！哦，要是好，那我们今天访问到子子呢，非常开心，但处罚不到子子，因为他真的蛮敢讲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蛮好的。但是呢，毕竟还是要帮观众谋个福利，就是说刚刚一开始没跳舞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让他 solo 一段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芝芝带一段小 solo。好，我们来个三首，好吧？这么多，就是都一小段一小段。好，来喽，芝芝个人 solo go， 不一定要跳阿卡的。下一首好吗 ？Round two， 会不会全部不会啊？老板现在想去找辅助，不然这是谁啊？五五六六，这什么歌？你跑到外面去了？外面怎么跳？哇！这小伙子在听见找一个出口。就是，你们就是，不要再打了。第三首，最后一首了。可以跳这么 sexy， 海浪海浪有，女神女神海浪女神。Thank you.